为什么会这么紧？莫非？难道不会是我胖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以？不不不，冷静，这一定是女佣用了不对的洗衣液，裤子缩水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吓死本小姐了。林星辰，你胖了。笑话，我从16岁开始就没有再胖过一斤。这套马术服的设计重点就在腰间的皱褶，不过它现在已经被你给撑起来了。林星辰，时尚是不会撒谎的。你想多了，是因为我们家女佣把裤子洗坏了。死胖子就不要再狡辩了。要不然我更衣间有体重秤，你敢不敢当众测测看啊？雷佳娜，这里不是猪肉店，我为什么要当众表演测量体重啊？你知道吗？只有你这种没有自信又没有控制力的人，才会选择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。你怕了？我有什么怕的？看起来你最近腿好像更粗了呢。我哪里粗了？好像我再胖10斤也没有你要粗。林星辰，相信我，不要测。看到了吧，我们家药王子说了，我根本就没胖。我怕你会压坏人家雷佳娜的秤。哎呀，林大胖子啊！毕竟啊，肚子里面装的都是冰淇淋、薯条、炸鸡这些垃圾食品。你没什么资格说别人廉价吧？我一直都是吃有机食品的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别人眼里的公主，私底下却是一边看漫画一边吃垃圾食品。哼，这种秘密你还希望我替你保守多久啊？哼，不可能。你以为逃得过本少爷的法眼吗？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本少爷开心啊，你的秘密在我这里还是很安全的。绝世机密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这种事情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难道他跟踪我？不可能。他遇见过我？也不可能啊。但如果以他的性格，他一定会去嘲笑我的。那难道是他？为什么你混蛋？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为什么你不要脸？讨厌！正主要是凶骑士，正主要是凶骑士，你还点头？天哪！为你说对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是熊骑士，完蛋了！你知不知道我在漫画店，我每天吃薯条还长胖，我还吃炸鸡，怎么办？你是他这一伙的还是我这一伙的呀？我怎么办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